除非你认为你真的拿到了金流的证据，没有，这次羁押是因为图利罪羁押。等一下，你要、你不要扭曲我的话。没有，图利罪羁押是这一次的重点。对，我这样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金流的情况之下，过去图利罪是不羁押的。1500审庆金其实就是要影响周边的人会不会采取一些异常的行为，其实有引蛇出洞的用意在。北姐，你赶快出来负责任告诉大家你办了什么，而不是说一天到晚就侦查不公开，任由媒体放消息。对，你不要让民情躁动。有一些人是觉得说这个叫政治破坏，就是绿色恐怖，这种说法会让人民更对立。这些剪掉在办案的时候看到上面是开绿灯了、意思是什么？放手去做，绝对不是绿色恐怖。那蓝营在高雄有可能再次逆袭成功吗？昨天我收到那个民调的时候，我吓了一大跳啊！怎么可能？柯文哲怎么会领先？我认为这个民调反映的是柯文哲现象。这恐怕是办柯文哲的案子当中其中的一个反弹哦。